少个夏天，走在白色沙滩，记忆中浮现起你的画面，思念从不曾改变。看那星光灿烂，午夜并不黑暗，曾经孤单让我更勇敢，梦境不需要折返。骄傲的少年，青春火焰，张叔叔炒的菜，那成绩肯定得突飞猛进的。我的要求不高，世界冠军就算了，我来个全国大满贯就行。也行，你可拉倒吧！我从小吃到现在，就在15岁那年，差点光荣退役。哪儿那么夸张啊？来来来！这孩子啊。以前天天跟陈昭海在一起玩，这次还第一次带同学们回家了。从北京回来啊，看来还是分心了。张立国，我可警告你啊，你可不许扫孩子的兴啊，他早就应该多交点朋友。这以前吧，都是因为你，他从小就跟个锯嘴葫芦似的，你看看现在这样多好啊。喂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哎，一分。哎呀，这个肉，哇，太香了！阿若，照顾好大家伙啊！好啊，都吃得惯吧？吃得惯。叔叔，前几天我刚看过你的比赛录像，94年200米自由泳决赛，太精彩了！就是就是，那个老鱿鱼虽然力量比较生猛，但动作太吓人了。还是张叔叔动作比较漂亮。我们去拿点水，你们先吃啊。好，好，你们吃，你们吃啊！哎，吃饭吃饭，来人家里剩饭跑，快快快快吃。是你病了还是我妈病了？我看储藏间有好多医院的袋子，上次我妈生病。好了好了，你眼睛还挺尖的。你妈上次病啊是肠胃炎，没什么大问题。我呢这次是感冒，被抓了几次药。爸，那个是住院部的袋子，做了几项检查，办个住院好走医保啊。啊，就是想太多了。我跟你妈都还年轻，你又是担心我们的身体，又是担心店里的生意，怎么搞训练啊？怪不得你成绩上不去。把药吃了。
想什么呢？我觉得吧，咱儿子最近这个状态不太好。哎呀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这孩子带个同学回家，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呀，他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们，满脑子乱七八糟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吧，这就是青春期。哎，这个时候的孩子呀，就不喜欢听父母的话，还喜欢个小姑娘什么的，这不是病，他也没法治。你呀，还是省省心思，想想怎么治治你那更年期吧。快吃。不行不行，这个也不行，膀大腰圆，太油腻了。你这肩膀跟一般女孩比也太宽了点儿。腿也忒粗了。舒服。你知道吗？我从上个礼拜就开始怀念你的手艺了。哎，刘丹，你干脆别当校医了。多累呀、啊！你等我以后赚钱了，我给你投资，你开家按摩店怎么样？翻身吧。好。怎么了？请教你一个问题。你不能老穿运动文胸。其实我觉得像你这个年龄啊，还是有二次发育的可能性，你一定要抓住机会。二次发育？女人的美是由内而外的，所以说食疗很关键，奶制品呢是女人最好的朋友，你可以用酸奶代替牛奶，还有豆制品。其实豆浆这个东西特别的好，避开生理期，你可以每天都喝。我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腿粗，腿粗怎么办？腿粗？那就去水肿呗。我觉得腿粗好多原因都是因为水肿，你可以吃一些去水肿的东西，比如像说咖啡。教练不让我们喝，但是你可以喝，你只要别上瘾就行。还有啊，刘丹，除了食疗，你还可以适当的借助一些外力。外力？我教你，这手我自己来。哎，都是女生，有什么不好意思嘛？哎，是不是有痒痒肉？啊，我走开！我受到了重击。谁重击你了？青春。真假？哪儿呢？
勇气一直热流。哎，我看你上火了，多吃点苦瓜。刘洋洋到。张若晨到。赵启祥到。陈振海到。口号：团结奋发，为国争光，艰难抵抗，力争上游。马上就要奥运了，虽然我们不能参赛，但是我们要出份力。本周开始，学校所有的黑板报、布告栏都要更新。我们游泳部每天出一个人啊，配合后勤部的工作，大家踊跃自荐。小海啊，肯定啊，没人自荐啊，那就指派了啊。这个我做主了，陈正海啊，你去。What？ 我什么我？算了，太没意见了。小海，每次训练结束后抽半个小时去西配楼东，工具到后勤那边去领。具体的，你看一下这上面。我又没学过美术，我不会画画呀。不用你画画，轮廓什么的有专门的人给你弄，你们只要上颜色就可以了。这么大一块，我自己一个人上颜色？当然不是你一个人了。我看看，跟游泳部结对的是校医院西配楼医务室，你跟游丹一起，正好，反正大家都熟嘛。那我先走了。到了奥运的时候，我们都放长假了，要不然呀，还能一起看比赛。啊，小海，小海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疼，就赶紧去医院，快快快！好好的怎么会肚子疼？就是，这两天刚刚解禁，有点嘴馋，吃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了。好了，别说了，赶紧去医院，赶紧去校医院。不用。不用，只不过我这个不争气的肚子，真的是耽搁了我为奥运事业发挥余热的心啊。怎么是你？因为某人肚子不争气。肚子？总之我顶缸了，尤大夫别嫌弃。哎，张若晨，你是从几岁开始游泳的？我从记事起就开始游泳。也对，叔叔啊，肯定从小就培养你。哎，那陈哲海呢？陈哲海啊，那个时候我在少年宫训练，他妈妈带他来的，那时候也就五六岁吧。那你是从什么时候想当职业运动员的？一直这么想，不过一开始我不想，是我爸想的，后来游着游着就有兴趣了。哦，那陈哲海呢？他开始认真游泳，理由特别简单，就是为了超过刘超强。刘超强你知道吧？小时候他俩天天打架。也是，这倒挺符合他性格的。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的省队啊？进省队之前一直都在体校吗？我14岁进的少年省队，然后就一直在那训练了。那陈哲海，1992年6月19日生日，身高体重请参考他的体检表，和我同一时间进的省队，擅长自由泳，不擅长任何家务以及脑力劳动。喜欢的女孩类型，我帮你打听打听。
和没你一起干活的感觉怎么样？你也就是看着聪明，装傻的演技比装病还难。不是肚子不舒服吗？吃清淡点。我不敢看啊，我妈要是知道我没过，肯定会手刃亲生儿子的。你又知道你没过了，自己对答案了。我怎么敢对答案啊？其实我昨天晚上给自己算了一卦。去看吧，早晚要面对。队长，你去年都过了，你今天凑什么热闹啊？你这样来害得我更紧张了。我真受不了你们两个了。我去看。哎呀，来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谢谢，让一下。我靠！你俩过了，竟然别推我啊！关键人阿森都过了，他都过了，但是咱俩这很正常。我找到我的名字，怎么样？完了完了完了，肯定全军覆没了。怎么了？成绩不好吗？快说。你都考了450，你在这跟我装孙子？我考了450，不可能啊！明明我昨天晚上给自己算过了。哎，那其他人呢？有惊无险。一、二、都过了，太棒了，队长！太棒了！好不容易过了英语二级，我瞬间失去人生目标了。上次为了庆祝去阿若家。我以为能嗨一整夜呢，结果还不到10点就被张叔叔催着回学校。幸亏你爸没当我们教。都说有幸啊，赛季结束后才能玩。我没有想玩，我只是太累了，想放松一下。哎，对了，队长，我们下午搞搞团建怎么样？嗯，团建。副队叛变，我一点都不惊讶。我惊讶的是，张若晨选手也愿意参加这次团建。省队、国家队要定期针灸推拿的，这也不算偷懒。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有这种待遇啊？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，金牌会有的，按摩师也会有的。137号来了。怎么就你一个？他们呢？哦，别提了，现在连副队都叛变革命了，所以只剩我一个人打扫战场。哎，怎么停了呀？哎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哎，就是这个劲儿。你要是早点用这个劲儿，我就考虑在电脑办张卡了。哎，你不能光使劲儿，找找酸劲儿，找找酸劲儿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手笨呢？你，出啊！手劲儿怎么样啊？还想办卡吗，程哲海选手？乔医生，都是误会，有话咱们好好说，对吧？哎哎，疼！哎，疼！我就稍微的关心了那么二队那么一点点。你们事情败露，是因为我们校医院的实习生尤丹同学，也就是我的大侄女的举报。所以呢，惩罚措施，我也想尊重我大侄女的意见。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我也是。把泳裤统一往下拉3厘米。泳裤太紧了，拉不下去。那要不要我亲自动手帮你啊？
一直呢都没有告诉大家，我们体育健康专业也是要学习例如针灸、拔火罐等传统医疗技术的。既然大家都这么感兴趣，正好可以给我练练手，是吧，陈志海同学？不是不是，别这样，喂，有啥啊？怎么样了？暂时没什么危险了，但是我建议啊，还是要尽早手术。张老师的社保和津贴是足够承担手术费用的，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排队和配型，所以你们越早做决定越好。他总是跟我说现在是孩子最关键的时候，所以他不想让孩子分心。你看，还是和孩子说实话吧，他完全康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呀。一会儿啊，你好好劝劝他。那我先去忙了啊。谢谢医生啊。乱扎针会出人命的，叫来还真放心，算不算？我靠，这你看不出来吗？那尤大夫明显练过的，专挑疼的地方扎。走了啊。嗯。去收个衣服啊。好。喂，哦，张晨不在。阿姨啊，我是小海，啊。我在外面等你。你怎么来了？别嚷嚷了，儿子来能干什么？当然是看他爹了。你告诉他的？我没事儿，就是做个常规检查，回学校去吧。常规检查要住院吗？来，你自己跟儿子说吧。为了不影响我，就一直拖着不手术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两年前去北京，还是更早。天天怕影响我训练，你这个样子我怎么好好训练啊？你还有脸说？我送你去国家队，反兴奋剂你还给我出了问题，一有点挫折就胡思乱想，影响成绩。为什么不告诉你啊？你自己不清楚吗？当冠军，进国家队，到底实现的是谁的价值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会不会和你一样，拿过一次世锦赛冠军，成绩就再也上不去了，最后只能选择退役，离开训练局？我现在成绩也上不去了，国家队也不要我了，是不是我的那一天来的比你更早了一点？你给我滚！
我爸退役以后除了泡澡就再也没下过水。人家都说我爸游海潮周浩并称为飞鱼三剑客，其实我知道他跟他们不一样，他心理素质差，比赛的时候容易紧张，发挥不出正常水平。我也知道运动员的黄金时期过去得非常快，我爸25岁的时候成绩下降得明显，身体素质也跟不上，国家队那个时候就想让他走，他不愿意，硬是留了很久。小时候我爸就是我的骄傲，可是越是长大他对我要求越来越严格，他以前的身份对我来说好像成为了一种负担。吊潜函下来那天我特别害怕，我怕以后就跟我爸一样。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要吃点泡面炸鸡啤酒这种不健康的东西啊。吃啊，我觉得吧你跟你爸不一样，你是一定能拿冠军的，而且不止一个也不止一次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赶紧吃饱回去睡觉，甭操心你爸事儿啊。我怎么可能不操心，你放心，你爸的事儿我都安排好了。老顽固就得交给老狐狸来处理。哎呀，我说你给我消停点行不行啊？我身体没问题，为什么不能出院呢？准备一下，明天去省队找领导，熬住现在这个情况，不能再耽误了。哎呀，那是你身体重要还是你走后门重要啊？你这是干嘛呀你？大老远听见吵，我嫂子都治不了你了还。来了。哎，我收拾他。走。哎，张立国同志，你无故扰乱国家队预备队员的正常训练，你是不是一点集体意识都没有了？呦呦呦，你们俩一唱一和的，告诉你啊，我们家自己的事儿你少掺和。预备队什么意思？阿若审查的事儿有眉目了？你想知道吗？风知道，梦在我心里偷偷的含笑。
正好可以聊天了，你又抽什么风啊你？哎，外套借我用去。干嘛？我外套湿了。你要干嘛去啊？看美女啊，现在正水上芭蕾呢。马上要开始了，看什么美女啊？你爱看不看，我去看。救生员，事故！不是动作动手，是事故。